是由 C 自从解散后，成员们各自失散，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未来。没想到昨日忙内瑞恩迎来了24岁生日，在 IG 上就突然宣布签约给了新公司 Super Bill Company。是这间公司也是新成立的，瑞恩成为了第一位艺术家。而据说 Super Bill Company 是由 BlackBerry Creative 的人所创立的新公司。这么优秀女孩真的值得收拢出道 ，Super Bill Company 可以善待瑞恩，也让她可以好好的展现自身才华吧。Thank you.